在2023地质嘉年华活动的行动区中，以两块大幅的布条分别代表两个板块，互相碰撞来说明龟山岛及台湾岛的形成过程。我们现在上演的是几百万年来的故事，两个大的板块越来越靠近，越来越靠近，来，慢慢碰撞之后，产生了一个神奇的效果。等一下，等，是卡住了，卡住了，在我们台湾这边卡住了，这就是板块交界会产生的一个状况哈。那慢慢的，菲律宾还板块因为比较重的关系，好，隐没到我们的欧亚大陆板块的底下。好，大家慢慢走，来，来，菲律宾海板块停。不要走太远，来，在这个碰撞了之后呢，这时候呢，我们的好伙伴代表就是岩浆活动，来，岩浆活动来了，我们请我们的伙伴呢到底下来，我们从两个板块的细缝处，慢慢的抬升，好，是，抬升，我们这时候岩浆冒出来了，火山岛湖形成了。哇，这就是我们龟山岛的来源啊！哇，我们龟山岛是这样，几百万年的时间慢慢的形成。是的，好，你看，我们刚刚演了几秒钟，但是实际上它几百万年，好几百万年，真的是的。好 ，OK， 好，那我们这样子呢，其实就以这个行动剧呢，献给在场所有的嘉年华好朋友，以及我们所有的乡亲，这就是我们宜兰演化的地质故事。大家有没有因为这样很简单的理解龟山岛形成的过程呢？有，好，好，我们呢也那个让我们在场所有的来宾呢，为我们的所有的演员哦给予热烈的掌声。你们今天呢，其实你们代表的就是第一。台湾宜兰演化的一部分，来，我们再挥一挥我们的布，好，对。